Hello， 欢迎回到我的 channel。今天呢，我终于和朋友他们来一场聚会。然后今天是愚人节嘛，我们两个就有一个计划，就是要 prank 那三个朋友。给、okay， 那个计划哦，就是等一下会先去跟其他三个朋友见面。然后我就会 text 他们讲，哦 ，sorry， 我今天不可以来，因为有什么什么原因。但是其实我会去啊。然后就等他跟朋友他们 meet 的时候，然后我朋友就会把 message 给他们看，就是那个不能去的那个 message。然后看了过后，我就突然啪，就突然出现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等他们来，现在你们去看看是什么计划吧。拜。我们刚才走路，然后突然看到我朋友。然后现在我们要找一个地方快点逃，吓死我！我们两个人一直跑。等一下，现在计划有变动，就是刚我们在跑的路程已经被那个朋友发现了，所以我们是这样打算叫那个朋友跟我们两个一起追他们。朋友，被你发现你啊！我们死命跑，死命跑，他们来。我该躲到后面板那边，所以一切都是假的，假的。Yeah， 我们的 prank 成功了，耶！走路过去本老师地吃午餐，哇，你看这个 fish boat 在哪里哦，膨胀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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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还有珍珠，嗨！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记得按个赞、订阅哦。